好吧，吃个八爪鱼，再吃个虾，我来炖虾。老板，先别吃了，你看快下雨了，还在这呢。姐，咱得坚持啊，咱家海鲜也不贵，一包才几块钱。你给我来100块钱呢。100块钱你吃得完吗？100块钱能买几包呀？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。来，老公啊，快下雨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，快点。来，大姐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啊400克的啊，两包无沙花甲肉，每包半斤，再来两袋深海章鱼须，两包酱蛏王肉。今天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我们再给您送上两只黄金号豹，一共14包，只需2.9元，还给你包邮呢。这么多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